还有这一条啊，四指的网眼，上面是大力马线、花生网、正帆双锁扣，都是用的 0.45 的线径进口丝啊，坠的是4公分的人工小杂坠，正帆编织底钢啊，钓好都高度给你看一下啊，钓都高度4米8，全网10.1斤，自提420，发货加20。还有这一条，这一条不是商品网，这是客户自己织的哈。开头用的是野井8边二带双线织的，织了10趟，钓都高度4米5，全网的重量啊是达到了9.5斤，这一条啊380包邮啊。还有这一条，这一条啊是上边4指，下边是都是3指，全网重量啊达到10.5斤，钓都高度4米7，4边大力马线穿人工织的，这一条啊180包邮。这一条寿光本地网2指的网眼，钓都高度4米8，这一条哈、啊、钓都高度4米8，可以看一下哈、啊、4公分的人工小杂坠，这一条哈、啊。哎，这条是350，自提发货加20，这个发双子扣。还有这一条寿光本地网花生网啊，都是花生网，80起头啊，2指的网眼，钓都高度4.6米，这一条300包邮，这一条啊，看一看一下人工小杂坠，正帆编织底钢。还有这一条大力马线的5分的网眼，底扣1500目啊，穿人工织的，哎，穿500目，1500目，钓好都高度3米8，线网1750，现在处理700包邮。还有这个是寿光本地网，老头子织的花生网，高度4米，啊，半指的网眼，正帆双子扣，人工编织底光。小杂坠寿光本地网，这一条4米高，450，自提发货加20。这一条上边三指松，下边3指紧，钓好都高度5米6，全网的重量啊是9.2。